去穿越回到十年前。凯佳，第一次，聂若比跳楼，而你们发出了强大的悲伤、懊悔，还有无力。为什么这次若比跳楼都没有穿越？如果我推测的没有错，若比并没有这样的情绪。好了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，就确定这个方案，试试看啊。这是唯一的机会了。希望你不要。